内战爆发后，国民党当局即在各个战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。苏州解放区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隔江对峙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。华中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，再转至外线的指示，决定在苏州解放区的前沿地区江都至如皋一线摆开战场，迎接敌军。1946年7月13日至8月27日，粟裕、谭震林指挥刚整编就绪的华中野战军共15个团，约 2.5 万人，在苏州同国民党军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6、第5的7、次方团及旅蜀山炮营等12万国民党军队作战，连续取得宣泰、高南、海安、李堡、丁彦、如黄路、邵伯等7次战斗的胜利，歼敌 5.3 万余人，史称七战七捷。苏州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发生在江苏地区的第一个重大战役，它的胜利对于扭转整个解放区南线战局的形势，实现中央军委的战略计划，并对尔后战局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领导对苏州战役给予高度评价，肯定华中野战军在苏州战役中造成辉煌战果，取得伟大胜利，创造了很好的经验。苏州七战七捷的概述是粟裕1946年9月25日在华野干部会议上对整个战役的总结报告，后面附有各个战役的形势图，报告详细的介绍了战斗经过，客观中肯的总结了作战经验，是我军历史上一届十分重要的文献。全文45天自卫战简述，在干部会上，粟司令报告：同志们，我们自卫战争从7月13日到8月27日，恰好是一个半月，总共打了七仗，都得到了胜利。这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、地方党政军的帮助、广大人民的支援和前线指战员的英勇善战，以及后方机关人员的艰苦工作，才取得这些伟大胜利的。大家在战争中尽了应有的责任，对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贡献，建立了很大的功劳。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呢？从政治上来讲，我们是自卫，是为消除内战，保卫和平民主，保卫解放区而战，是正义的战争，得到解放区人民全力的支持，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人士及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拥护。特别重要的是，有党中央与上级的正确领导，国民党军恰与我军相反，其军队内部存在厌战情绪、官兵矛盾、派系矛盾等等，这些过去已经讲过，不再重提。现在主要从军事上来讲，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机械的教条主义的运用战略指导原则，我们不轻易放弃一个战略支点，但我们也不死守一地，因为我们不苏联，我们没有国防重工业，死守一点同敌人拼消耗是不合算的，但也不是一枪不打望风而逃，而是给进犯的敌人以阻击和重大的杀伤后才弃守。海安撤出前就是这样打的，一六两师摆在旁边休息，七纵只以3000人抵住敌人七个旅6万人的兵力，打了五天，敌人伤亡了3000多人，而我们只伤亡了200多人。虽然弹药消耗多了一些，但一分区在通如公路上一个伏击缴到了100多箱子弹，又补起来了。总的说来，是换得了敌人相当大的代价的。其次就是战略上采取了持久战，坚决的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。我们每打一个仗，中央总是来电说你们好好休整部队，准备再战，因此不断积蓄与充实了战斗力，便于连续战斗。我们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，但在战术上则恰好相反，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。如李堡之战，敌人三个团，我们使用了14个团，差不多五个打他一个，而且是运动中打他，所以能迅速干脆的地消灭敌人。分界之战，敌人两个团，我们用了10个团打他。嘉利之战，敌人三个半团，我们第一线即使用了13个团，连第二线的兵力共有15、6个团，加上还有众多的民兵与地方武装，敌人当然就很难跑掉了。
然而对于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，有些同志还认识不够，以为这样多人打少数的敌人，难道我们战斗力这样不行，认为这样太没有面子，而不知道我们要迅速转劣势为优势，变被动为主动，必须迅速消灭敌人一路或两路，迅速解决战斗，尤其在敌人占优势的战役中，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，连续进行几个战斗，如第一个战斗胜利了，使敌我力量平衡，第二个战斗胜利了，使敌人屈居劣势，我占优势，第三仗第四仗才能更彻底的歼灭敌人，因此必须在战斗中采取三个至五个打敌人一个的办法，这些道理许多干部还想不通，或者想通了而不能这样做，这除了爱面子一个原因外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位主义作怪，怕缴获的武器弹药被兄弟兵团分去了，结果不能解决敌人，影响战役的胜利，大家的面子固然不能保持，自己也碰得头破血流，打一个消耗战，这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其三，就是采取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，许多同志对于上面要求限时限刻完成任务，认为是不体谅下级，是主观主义，太半蛮，其实要求战役战斗的速决是应该的，是必须的，而且是可能的，因为我们五个打敌人一个，武器弹药也不敌人差，运动中敌人又不能带着碉堡跑，当然是可以速决的，也只有速决才能减少伤亡和消耗，才能争取时间打第二仗。有些同志说，现在敌人苏维埃内战时强了，这当然有对的一面，但是我们也苏维埃内战时的红军加强了，过去我们每个团只有几挺重机枪，没有轻机枪和自动步枪，一直到反四次围剿后才有这些，当时敌人有重机枪、冲锋枪、自动步枪的，我们还是能够在战役战斗中迅速消灭了敌人，如反三次围剿，在新国的白石岭打韩德勤一个师10000余人，只40分钟就把他三次消灭，韩德勤本人也做了俘虏，反四次围剿，在东韶黄陂打敌人4个师，只8个钟头解决战斗，捉到2个师长，战役战斗中不采取速决战，就会变成僵局，就不能连续作战，也就不能歼灭敌人，更会变成劣势与被动，甚至于失败，所以要取得更大更多的胜利，必须在战役战斗中采取速决战，要速决就要不怕疲劳，作战时不要顾虑部队疲劳，要用一切办法鼓励部队克服一切疲劳去争取胜利，但在战斗结束后就要照顾部队疲劳，让部队很好的休息，现在我们有些部队恰恰相反，接受战斗任务时就提出部队疲劳，要求休息，延迟了时间，战斗结束后又不很好的地管理部队，让部队东跑西跑，扯乱谈，吹牛皮，妨碍了部队体力的恢复。其次，各兵团协同动作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，一个半月的各个战斗中，总的方面讲，各个兵团还是能够协同一致的，但在个别战斗中仍旧不能很好的协同动作，如宋家桥、杨花桥战斗就是一例，这次打分界第一天夜里攻击时，也是这个团打那个团未打，所以未能解决战斗，第二天集中5个团一起总攻，只2个小时就把敌人解决了，各兵种的协同也是一个重要条件，我在以前几次干部会上屡次提出要组织炮火集中使用，大家还不大相信，直到这几次战斗中受了敌人的教训才改进了，如李堡之战集中炮火使用便很快的解决了战斗，打了雁林子也是如此，所以都很快的地取得了胜利，但其他兵种的配合还差，尤以辎重兵最差，淮安送出的炮弹子弹已经1个多月了，但直到昨天才到达此地，骑兵工兵我们暂时还无此兵种，上面所讲的这些长处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，但是否因为胜利就没有缺点了呢？不是，还是有缺点的，这些缺点表现在一是协同动作上还没有做得很好，特别是攻击部队与前置部队不能很好的地呼应与配合，第一线部队与第二线部队配合也差，各兵团还不能按照时间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这次分界的敌人要是一律迟到几分钟就会跑掉很多，又如佳丽的敌人
如果18旅再迟到10分钟，也就要跑掉很多了，因为拖了时间，所以54团及旅部几乎遭了危险。如果到得早一些，还可能全部解决如皋增援的敌人一个半团，甚至还可能乘胜攻进如皋城。一旅在分界得了便宜，心满意足，慢慢转移，赶到嘉利，还不知敌人已突围了，所以在嘉利战斗中就没有捉到敌人。特务团如果迟到几分钟，也就捉不到什么敌人了。所以时间对于战斗是很重要的，战斗的胜败每每决定于最先与最后的几分钟，哪个能占先机之力与坚持到最后关头，哪个就会胜利。时间对于整个战役也有决定意义，各兵团如执行任务过迟了，当然不好，但有时行动过早了也不行，因为过早了会暴露整个企图而影响全盘战事，所以要遵守时间，同时又要照顾到部队疲劳。有些团队遵守时间是较好的，但有些部队因为遵守时间而没有吃饭，饿着肚子打仗，那也是不好的。甚至有些团队在战时伙房不弄饭，分开吃东西，弄得时间参差不齐，更是不好的。二是通信联络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得很好，物质技术上固然给我们限制，但各级指挥员注意不够，通信部门本身工作还不够健全，如电台有时叫不应，有爆发不出去，徒步通信也不够。如我在鲁港写一封令五旅出击的信，叫两个通信员送到司令部，计算只要一小时即可送到，但四五个小时才送到，这是因为他们把这么重要的信送到离爹很近的如皋附近去了，还是通信班副党回来的。这两个通信员应当处分，因为他们是当天随我由司令部出发到鲁港的，沿途又白又路标，不应该走错路的。通信联部执行上级处分这两个通信员的命令是不对的。另外在通信联络方面还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缺点，就是枪一打响，上级和下级就断了联络，电话也无人守了，报告也不送了。这是由于干部还缺乏兵团作战的观念，以为只要自己打得好就够了，而不知道单指你一部分打得好还不行，整个战役还不一定胜利，而需要很好的互相配合才能有更大的胜利。为了加强通信联络，必须尽量使用现有通信工具，如电台、电话、骑兵、脚踏车、徒步通信。今后只要部队一宿营下来，就要架好电话。战场使用号兵已不适用了，如皋战斗中伤亡号兵60多个就是一个明证，其余也值得研究，关于这方面还要研究许多办法来改进。三是侦察警戒问题，主要是下面对敌情不注意收集，总是问上面情况如何，不知情况是从下面来的，上面只做综合归纳的工作而已。侦察敌情最好是捉俘虏来审讯，这个工作在某些兵团司令部虽做了些，但还不够，可没有看到哪个下属部队做过，侦察连也没有建立，这是需要很快恢复的。过去侦察部门主要只做了些汇集整理材料的工作，而想各种方法去收集情况还很少，侦察员主要还只是做了找向导或送信的工作，本身职责还搞不清，业务很差，这是必须改进的。警戒方面，地面警戒不注意，对空警戒更差，防空被大家忽视了，这不仅会招致局部的损失，而且会暴露我军意图，泄露秘密，影响整个作战，今后要把防空纪律严格的建立起来。此外还要注意防，最近蒋介石从美帝国主义那里买了许多气弹来，中央社造谣说我们打大同使用毒气，就是为他释放毒气做借口，最后我们对进攻苏中的敌人作战，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，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形势。除了上述政治军事原因之外，主要是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，因此大家应记住，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，谁消耗或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。大家要很好的注意掌握部队，组织火力，利用地形地物，讲究战术，正确的指挥作战，减少伤亡。后方机关要很好的组织准备后备力量，补充前线部队，如协助动员民兵，地方武装参军，组训补充兵团，爱惜民力，在战斗中缴获品分配上应尽量照顾其他有邻部队及未参战之部队，
特别是牵制部队，也要发一些给地方武装民兵，这都是对自己对整个战争的胜利有利的。各部有些打埋伏的枪支已经锈坏了，还不愿交出来，以致完全不能使用。一个半月来，歼敌五万多人，缴获武器不少，但上级要各部抽出一批去武装其他兵团，则多说调不出，遵命缴送上级的零件都不全，其中有些确实被打坏的，但有些是本位主义作怪，故意将零件扣留，自己多留些，这样使交上来的武器完全失去作用，这等于是破坏革命武器，是对革命的犯罪行为，应该立即制止。七战七捷第一战，宣泰战役，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歼敌最多的新纪录的战役，如黄鹿战役。七战七捷后，我主力撤离苏中时敌人态势，